完了，不行了，化了。再动一下。嗯。我给动一会儿。化了。化。Hello。给你吵醒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刚开播就给你吵醒了。端午节快乐！等我把这东西调好啊，挂着等我呢。哎呀！刚睡醒、啊、你们不是知道我刚睡醒吗？刚才在家吃饺子，吃完饺子睡一觉。嗯，东北人不就这样吗？啥节子都吃饺子。明天就走了，明天就不在沈阳了，明天十一点多就回杭州了。晚上好，谢谢诗诗的小龙种。我没有吃的了，你现在这么一直盯着我有没有用？谢谢摸鱼的小龙种，你盯着我没有用，那个雪糕不能给你吃。妈一直在眼巴巴瞅我，他就在眼巴巴瞅着我，瞅着我有啥用啊？没意义，无效瞅。你睡吧行吗？你睡觉吧。一天天就这么出卖自己的尊严来获取食物。我自己都没吃的化了。我没欺负他，哎呦，没欺负他，我不跟他唠吗？劝他的。谢谢 EAGE 的这个魔法书，谢谢核桃小丸子啊，吃了，喂他了，吃牛肉了。吃牛肉了，哎呀，哎，明天是不是还得有那个密室？那明天我也播不了啥时候。谢谢明日君的小龙舟，谢谢欣欣的续费。嗯，明天正好你们看完了，给一个反馈。十点以后播吧，会播。明天估计六点到八点播俩点，然后十点到十一点播一个点吧。哦，今天这个无糖可乐怎么这么好喝呀？明天播，太期待我的双马尾了，是啥意思？我什么时候双马尾啊？啊？什么双马尾啊？就是这个可口可乐密室里面有双马尾，那我都没印象了。想起来了，你这死鬼我倒是想起来了。挺好吃了，那谁还正看着呢，上金星还正看着呢，我还没问他看完第一期的意见是啥样的。谢谢怂太太的小龙舟，
谢谢夏怼怼的小龙招。有点长了，长了吗？头发也长了，长吗？小圈小腿小短腿，嗯，因为发现我也不给他吃的就不那啥了，就不恭维我了，不恭维我了，就睡觉了。球球啊，睡了。我问问他睡没睡。谢谢青春满线的王海说，端午快乐，祝你们端午快乐。怎么了？我这不是关心他吗？我问问他睡没睡，他也没回应我，看来是睡着了吧。嗯，弄了那个电脑摄像头弄了，然后那个麦克风那玩意儿没弄明白，就是怎么都有回音。谢谢谁的魔法书，我没看见。哎，无所谓了吧，明天早上就走了。咋有点鼻炎？睡醒了就这样，鼻炎。放过球球吧，让他睡吧。求求我！哎呀，谢谢欣欣的巨龙传说。哦，行行行，我小点声说话，我别打扰人家了，行吧？谢谢小妖饼干，就这两天，在沈阳一天睡那十四五个点儿，一会儿一觉，一会儿一觉，你们放假睡也就这样吧？就因为。什么事儿没有，过分无聊，一会儿一觉。谢谢二六一十二的小龙舟。十点多十一点睡醒了，吃个饭。谢谢静静的小龙舟，吃个饭以后就躺下了，刷手机，刷一会儿就困，睡一觉，睡醒了吃个饭。吃完饭困了，睡一觉，睡醒了现在直个播，直个播一会儿，要是那啥的话，出去吃个夜宵，回来睡一觉。给姥姥买鞋子吗？不买，不要。说要我把我不要的帽子给他邮寄回来。说要个我不要的帽子，我说给你买帽子不行。嗯。缩水那些，对，缩水那些。我缩水帽子，我老戴应该正好吧。我老是头小，
干啥呀？这怎么还翻个身呢？哎呦，哎呦呦！他腿还得撑开。像个大肉笼似的。换了个姿势，刚才头冲这边，现在头冲这边了，还得把这个腿伸开。这是另一条腿，刚才你们看的腿是那条腿，现在伸开的是这条腿，知道吧？像不像没地方整什么？老宽了，而且它这毛都剪过了，就毛很短，老实上了，看，全是肉。没反应，像个肉墩子似的，大家给摸走了，看，不爱让摸，看那小腿儿，热了，哎，热了，肯定不可能是嫌我烦呀，关系很好的。球球来吃小苹果来，看，让你看看什么叫那吃啥也不要。球球，球球来吃小苹果来。球球啊，球球，球球吃个小苹果来。球球吃苹果不？球球，球球，咱们看不见，他耳朵背，他得看见了。球球。球球来吃小苹果来，吃小苹果来，球球最爱吃的小苹果来。球球啊，球球你要不要吃小苹果啊？不吃，是不？不吃他妈一辈子别吃啊！不吃。我还给他切一下，我还咋的？我用不用给他嚼碎喂他嘴里呀、啊？我还给他切块，我们吃苹果没人给我切块，我给他切块。我惯的他，我真是美的他了，我给他。我 TVD。谢谢刘月牙远的告白灯牌。行，我一会儿给它切了，切了我给它剁成果泥，剁成果泥，然后这个我连这个切成果泥的时候留这个汤我都给它放碗里，一点都别给它漏了，我让它吃完果泥再舔舔那个汤。哎，水果里的这种美妙成分一点都别流失，行吧，做梦去吧。花、太阳、雨和你，我对你的思念写进了纸和笔。要不上楼不远，我得陪他，我得陪陪他。咋办呢？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还有三天，竞争大赛要我们写一个辩论稿。我写的脑袋个小腿啊。根本不会啊。题目就是那个人情世故啊，什么人情世故啊，狼人杀是不是人情世故？
刚才咱们拉了一个就这一次的群嘛，我和戴氏是两个队长，然后这个我们两个选人选题，到时候辩论，这不就看是谁先选择小黑谁牛逼吗？我要是选择小黑我就无敌了，而且我比这帮人还要有优势。第一是甭管怎么地，我也是一个接触过辩论的人，我是正正经经的奇葩说海选被淘汰选手。对吧？我是正正经经参加奇葩说被淘汰掉的，在网络海选那块被淘汰掉的，这我已经是比这帮人要更接近这个。那啥了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而且当天跟我一起参加辩论的人，后来我发现还有出现在这个奇葩说电视上的呢。我们当时是八个人，就在那个他们有一个这种 QQ 会议啊，还是微信会议，还是叫腾讯会议，那么一个软件，咱们一起，我忘了叫啥名了。反正人家是晋级了，我是被淘汰了，我非得记他的名。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依然记得就是接着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一起吹牛逼的那种场景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什么那个什么 U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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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UCLA 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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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辩论队。哎呀大家好，这个啊我是什么香港中文大学什么什么辩手。这我咋介绍的？大家好，我是个明星，我叫刘晓松，你们上微博搜一下我，我比你们几个粉丝都多。吹牛逼的能这么说吗？心里面是这么想的，那能这么说吗？事实上说的是，大家好，我是个主播。大家好，我是个主播。我说了，可能入选了。他们应该都知道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我只要别选王宝宝就行，我就怕王宝宝上来狗屁不会说。就整这个辩论赛，你一骂人不就是输了吗？对吧？你肯定不能骂人啊。我就说你还咱还辩论什么狼人杀是不是人情世故啊，咱们就辩论论题，就是小拜佛是不是贴脸。我是正方，我先说是小拜佛就是贴脸。就让那个王宝选反方。行吗？
我把我小外婆不是贴脸。哦，谢谢陆宇慧泽的5个小龙舟。端午安康，端午安康。哎呀，谢谢陆宇慧泽的5个小龙舟。我刚才看见一个观众订阅了我，这个观众叫做比狗哥帅一点够神秘。兄弟，不说别的啊，别人起网名都挺爱吹牛逼，你挺朴实，你比他帅一点也真是没强到哪去，比31分的多考了一分，32分，满分100分，是这意思不？要我起名，比白敬亭帅一点。咱既然都起网名了，还不起的有点梦想吗？不是啥意思，我平时要是说点什么啊，我要不是这么怎么怎么地的完事儿，你们让我呸呸呸，我们说我比白敬亭帅点，起个网名叫比白敬亭帅点，我也得呸呸呸，咋的，这句话是有忌讳啊，对于我呀。咋的，是我埋汰了？那你们让白敬亭去呸呸呸得了呗，我呸呸呸啥呀？没看明白呀，我没看明白呀。那废话，蹭我还不蹭个有点名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比王宝宝帅一点，那有个屁用啊！什么叫拉踩？没有拉踩，只有拉，没有踩，懂了吧？很瑞斯拜。没，我喝啥多呀？我刚睡醒，喝了半瓶可乐，我又喝多了。好，一会儿马上开充分。哎呀，这么好喝呢？今天这个可乐怎么这么好喝呀？没糖，无糖的。光线好黑，因为有几个灯没打开。干啥呀？我要跟屏幕说个悄悄话，你冲着我叫什么玩意儿？你咋的呀？我这要对屏幕说个悄悄话，我也没过去打你。你咋的？哎，啥意思啊？过来，这说叫我叫过来，来，过来。行了，他打亮了，打亮他不给你叫。求着晚上管事儿。看着各种动静，
拿你，看明白了吗？拿你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拿你。过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哎哎，正正经经的贴住啊！哎，懂了吧？过来，啊，对，对。训球高手，来，再来一个，球球来，哎，哎，懂事儿啊，哎，看见没，往上贴，看见没，往上贴，训球高手。就是这样，就说让你过来就过来。这回能看懂了吧？真实关系，真实的家庭关系。嗯，行了，走吧。那咱们这么的啊，来，过来来。我怕我走的太近，你们认为那是一个巧合。哎，哎，哎，睡去吧，睡觉去吧。好了，去吧，来。来，哎，哥哥在这儿坐着呢，这地方不像是坐，坐这儿。来，球球来，球球来，来，球球来，来，去，我得坐沙发上才行。可能是得走一条直线，他只能走一条直线。哎呀，懂了吧？怎么样？和谐的家庭关系。并不会因为我不挠他就离开我了。不挠他得在我边上待着，挺大个脑袋，球大脑袋，大脑袋球，嗯，看见没？就往这一待，给你们看个东西，你们看这个玩意儿了吗？这个玩意儿，你们知道这玩意儿啥吗？这玩意儿，我左手边这个。这是我妈买的一个火锅，我妈定制的一个火锅。哎，说让我们家里面可以在家吃涮火锅，烧炭的，在这屋里吃。吃完也就完事儿了，没用过，那能用吗？离谱！真是个火锅，这里面是锅，这是摆菜的台儿，
就是都是黄铜打的，手工打的，能看到这种手工打的这种痕迹吧。刚才有个观众说那个话，涮球球，我姥是回民，不吃狗肉。猪肉也不吃，猪肉也不吃，真不吃。谢谢挖球，谢谢挖球的小龙招。端午安康，兄弟，兄弟来，球球过来，哥给你挠挠来。球球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给你挠挠来。哥给你挠挠好不好？谢谢君君的小龙爪。不行，困了，孩子困了，孩子困了，有点整不明白他了。我开宠粉，这就开好了吧？那你们能不能宠粉啊？别给我面子，给球球个面子，卡个牌子行不行？哎呦，睡觉了。我争取让球球给你们跳个舞，老师，我可以让球球给他们跳个舞吗？没牌子，观众卡个牌子就行。然后明天我就回去了，给你们比一个心情吧，端午安康。节俭那不太正常了吗？老太太都这样。睡着了，没睡着，看电视。谢谢波波波罗罗的续费。嗯，沈阳这边晚上还是挺热，不是挺冷。我晚上不盖被睡觉的话，还打喷嚏呢。楼上。我为什么不上楼上播啊？不是我不去，我大舅睡一个屋，然后有一个屋放的都是我爸的藏品，然后又得有一个屋不当仓库了。我睡的那个屋，那个灯不亮了，年久失修。说
就宗辽平原石油勘探找到了第一个问题，为了尽快圈出一些钱，谢谢百度的告白灯牌。我的双眼皮儿仔细发现，谢谢韩木冰纸的小龙舟。我回来，我这次回来，我说给家里面就重新装一下，然后让我姥去我大舅那儿住几天，然后我花点钱把这个房子翻修一下。不同意。不让，说没用。他说他这么大岁数了，没必要。嗯，说不想花这个钱。要不然我都想就是把这个地板啊都给刨了，然后把这个基本的这个东西都给拆了，铺个地暖，然后换个新的空调啊，换个新的热水器什么的，给他弄一下。那个灯他不修呗，是因为他说那房子也没人住，那房间平常也没人住。那我看看吧，我过一段时间找个人过来把这事弄一下吧。这两天完事放假吧，都休息，都觉得没必要。给你们看看很夸张，这个都还无所谓，给你们看看很夸张。钮都掉了，用透明胶粘上了，看见吗？没有钮，怕触了电门，拿透明胶给粘上了。没有电，他拿透明胶给封上了。干嘛呀？来吧，嗯，又得摸一摸。你干嘛呀你啊？你咋这么贱呢？我没吵到他，他就是让我来挠他，因为我不挠他他不行。我抱过他，来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不行，我一个手抱不了，给我等着，等一下，哎呦我，哎呀，老沉了，像个肉肚子似的。没事，不生气啊。谢谢畅畅小龙舟，这大肉宝啊，你可是。哎呀，这大肉宝，像个肉球子似的。去吧，哎，真沉，真沉，最后你们看来不是我那啥的，跑不动，太胖了。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那个可以参与一下咱们的这个上电视啊，然后。一毛钱就能开牌子，特别正经的给你们来一下。哦，等这个星期回从北京回杭州，然后我应该就会找一个健身房健身了，然后到时候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，我也可以这个播一些我健身的画面。嗯。
真的，这回是真的。到时候准备练到那种，就是整个肩膀头都是膨胀，膨胀到这么宽，这个胸就噔噔噔，一直就噔噔噔噔，懂吗？然后就这么一整，就都卡这个地方，就这鼓起来卡这个地方。有个观众叫 KK 说我坚持三周算你输，你输了。我可以在这儿就宣布你输了。每一个帅哥，顶级帅哥，终究会有一天走到举铁的这条路上。比如说彭于晏，比如说吴磊，比如说白敬亭，比如说刘晓松，就这些人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当他们沉淀到一定阶段以后，就会去健身。直接到那儿，高阶女帝。怎么了？这一白天天练，我没看他练出来有啥特别的效果。这一白那个健身教练。那个价格正经挺贵，我感觉他所付出的成本和他所得到的这个回报不成比例。他瘦了，我没瘦吗？这玩意儿不是美颜相机能 P 出来的吧？你要说脸圆了，我只剩这两天可能有点肿。我发腮了，我发腮了，人家说我他妈是作腮了，我还发腮了。真的，他们都说我快作腮了。什么叫作腮？这是左财，神秘狗那叫发财。神秘狗那叫左财，神秘狗那叫发财。我 KS 就叫左财，我现在就是介于发财和左财之间。热玛吉我问了，就是他说热玛吉能起到的那个效果的这个时间也并不是很长久，然后过程很痛苦，价格很昂贵。前两天跟人家聊天跟我说，就是录那个密室，然后跟那个化妆师小哥哥聊天，然后他跟我说，就是你要是连纹身的疼都承受不了的话，就别去承受那个热玛吉了，因为你纹身纹一次就完事了，热玛吉你半年一年就整一回。谢谢林纯开的嘛，他说我可以打一个那个叫水光针，
说如果说像我这种不太爱护肤，然后平常也不敷面膜的人，可以打一次这个水光针，说是什么深层补水，都没必要吗？你们这时候能，哎，你们为了劝我不打针，都开始昧着良心说话了。我居然在弹幕里看出了你已经很完美了这种话。这个出于什么采访你一下，你出于什么心态能说出刚才那句话？啊，我已经很完美了，真的假的？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我到现在啥也没整，就他是说像我这种懒得护肤，因为正好聊到啥呢，我和黄子红凡咱们不睡一个屋吗，然后黄子红凡从卸妆到睡觉得俩小时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你们能明白吗？而像我呢，就是卸了个妆就直接躺下了。然后就这么的，正好咱们早上起来化妆的时候就跟化妆师聊，然后化妆师说现在人家现在那些明星其实也不是说不看重护肤，但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这个那叫什么玩意儿，医美，靠医美来护肤。我比黄子红凡得白五个度，真的，黄子红凡就跟我这个胳膊肘一样黑。真的，他就是底子黑。我真比黄子红凡白，我真比他白。你可以这么说啊，你可以说我可能没有黄子红凡长得帅，这我都挺还行，比较能承认。但你要说我没有黄子红凡白，这你就属于是纯瞪来眼说瞎话了。我比他白多了，我跟谁比白？我跟谁比我都白啊！整个人密室里面，我感觉没有谁比我白。我跟蒲星比白，蒲星确实是比我白，蒲星是真牛逼，蒲星是真白，没有蒲星白，这个是承认的。蒲星太白了，蒲星太白金星吧。我跟 JY 差不多吧。我和 JY 差不多，因为咱俩都属于那种平常也不出门、不晒太阳的那种人。郭文涛也就是正正常常。差不多我们的水平吧，没有蒲玉星，蒲玉星他妈很夸张。突然想了个词儿，但不方便说。咱们把这个蒲玉星这个事儿放开啊，就是单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昨天我刷抖音，然后有一个小姑娘就很白，然后我就点开了那个评论，然后那个评论说就是。算了，不能说，我老是在边上呢。
我脸这边。反正那意思就是形容白的，不是搞黄的，就是那意思，就是他认识一个人都死好几天了，都没有你白。不吉利的话，呸呸呸，我说呸呸呸了。几个梗，我呸呸了。我说我不想说，然后你们非得问我，然后我说完了，你们又开始嫌弃。你说你们这帮人是不是有问题？我都告诉你，我说觉得可能不合适，然后我说我不合适，你们说哎别吊我胃口了，你就说吧，快点这怎么地的，咱能不能就讲点道理都？完事你们说完了又开始劝我卸抖音了。哎，都是好话都让你们说了，是不是不讲理啊？我谢了行吗？我谢了，我谢了，我谢了行吗？我也不看点，没有啥正经的东西说。哎，行，我学点好。我学点好，我错了，我谢了，行吧？谢谢六幺九的灯牌。辩论赛等会儿下播的吧，等我一会儿和 JY 下播，咱俩得，他说他们得进行一个公平公正的抽签，然后得等我和 JY 时间都对得上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得在那个群里面录个屏，就是我们会在那个群里面，微信群里面摇骰子，然后摇的数字大的人，这个可以先选。我不可能说是摇出来个七呀，或者是什么无限大呀，或者是什么比无限大还大呀。这种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咱们就是正常摇骰子。正常摇骰子。我准备选几个吧，我可能选一个小黑，选一个大宝。选个小黑，选个大宝。选个圈圈吧。选个小黑，选个大宝，选个圈圈。那都不行，感觉那几个都，哎呀，玩具枪，玩具吧，选个牛肉干吧，感觉把剩下那几个没文化的都给他们留到对面那个队去。反水那都不行。那都属于说急眼就开始骂人的，那几个爱骂人都留给 JY。 留点有文化的。那天谁跟我说的啊？是王宝宝说的吧？说这个反水还挺这个，挺有矛盾冲突的。说这 CNM 弹琵琶，啊，是玩具枪说的。就是他好像弹琵琶还弹的挺好。然后就可能在这个像玩具枪那样人眼里面，就是弹琵琶的人应该是那种挺文雅呀，哎呀，挺有调性的。
马上就说反正说这是押韵的说法，但是不能说这押韵的说法，边上有人，懂了吧？这要都不懂，那我就不能那啥了，不能说的太那个啥了。这已经到头，谢谢青鸾。是啊，那我不能让我姥姥知道我们天天在直播间里面口无遮拦的。我在家当然不敢说脏话，你不作死的吗？我姥姥认为我是个明星，那上电视的明星哪有在电视里说脏话的？就像你们看我参录那个密室啥的，别说我了，那但是咱这么说，但是平时在直播里面这种脏话的口头语比我还多。你看那人家上什么密室大逃脱，那人能有一句吗？那都很控制很节制吧。没有剪，就不是压根就不会说，不是剪掉了，你明白明白吗？就压根就不会说，并不是说剪了，都很文明。JY， 现实中 JY。密室里这一位，睡着了，我老是呼噜声。哎，但是你们多给他点鼓励吧。这玩意录个密室挺自卑的，真的，他经常跟我说。挺自卑。真的。就是要行动力没有行动力，要胆量没胆量，然后要智慧在里面也没有智慧。会说挺大岁数人了，三十多岁了，在里面当吉祥物。嗯，给我讲什么玩意儿？说也不知道是什么节目组针对他还是咋地的，说他们一起坐一个椅子，他把椅子坐坏了，完说被吊在天上，就卡在那个卡裆上，给那个裆都卡出血了。然后也下不来，说下来以后那个裆都卡出血了，嗯，就是吊的时间太长磨的。之前吗？嗯，真卡出血了，真磨出血了。上一季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也没看。嗯，我咋不看？
我连高德赖都没看全，我要不是复盘，我连高德赖都没看过。我们去看塔路的节目去。自己节目，我自己节目我也没看全呢。没困，我准备一会儿要出门呢。说因为我没有会员。我刘晓怂。缺。不，别说缺一份芒果会员钱，我还能舍不得掏一份芒果的会员钱啊。我每天打斗地主买复活的钱远高于芒果会员的钱吧。你看我打过本吗？我们每天斗地主那十块二十的我都眼睛都不眨，我差那个芒果会员的十块钱呢。芒果十五，那不也就是一天斗地主钱吗？我这回去开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？鸡排器，再复活两次，钱就出来了。明天就斗地主了，明天晚上六点多就斗地主了。没事儿，我准备一会儿出门压压马路去，然后约我哥出去看看吃点啥去，再吃点最后一顿。谢谢 KK 的37张小铜卡、啊，谢谢君君的告白灯牌。芒果有好哥哥好弟弟，不是，表面兄弟，懂吗？你在你们眼里边可能是好哥哥好弟弟，其实是表面兄弟，我们的关系都并不是很熟，彼此没有必要，在我眼里没有必要为他们花这15块钱。肯定是表面兄弟，那人家玩英雄联盟手游等我了吗？嗯，那自己咣咣咣往上练级，练到他妈已经都不能跟我一起排了，然后说你快点练，你练上来我再跟你一起玩，那是兄弟能干出来的事吗？嗯，我不跟他们一起玩，我废话，我跟他们一起玩，这帮人打到黄金白金了，我一个青铜都不能一起排，完了我要跟他们一起排，我还得往上打，得打到黄金。完我说等等我，等等我，也没人等，俩人梆梆梆梆梆在那练，哎呀，就怕练的低了能跟我排到一起去啊。哎，那我都是他们往上练的动力，就为了不跟我排队去，可劲儿往上练，俩人，哎，比着练。郭文涛，郭文涛不配跟我玩。滚涛一看就是平常不玩手游手残，谢谢圆的告白灯牌，我怕他拖我后腿。我没有功夫等他，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说他呀？那电子竞技有友情吗？那他确实他玩的就没有我厉害，那我就得说他呀。
回去就练了。哎呦，今天玩了一下那个魔兽世界，估计也玩不了了，玩不进去，根本就玩不进去。现在很难找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游戏。我要不玩摩尔庄园吧？摩尔庄园好玩吗？我可不可以直播玩摩尔庄园呀？谢谢君君的告白的花。我问问你吧，我不懂，我没玩过啊。像我玩摩尔庄园，我预算就是花个六七十万吧。我花六七十万，我在那个摩尔庄园里面算是牛逼的吗？六七十万啥呀？就是摩尔庄园里面那个钱呢，摩尔币啊，摩尔豆。不适合直播可以自己玩吗？像我在那个游戏里面应该算是特别牛逼的，因为我只要开那个号，我估计你们是不是每天得去给我浇水呀，去给我什么什么除草啊，干这些事儿啊，就是我啥也没干，一躺了，哎，一醒来，我的地种好了。不能，那我问问你们能帮我浇水吗？就是有这个操作吗？是可以帮我浇水吗？可以吗？可以是吗？能帮我种菜吗？能帮我种菜吗？不能种菜，能浇水是吗？那我都不用说了，就你们这帮人肯定就是嘴硬，表面上说哎呀我要偷你菜偷你菜，到时候你们肯定都是帮我浇水，然后二十四小时就站在我那个庄园，就这么站着，谁要是过来你要干嘛？难道你想偷刘晓彤的菜？给我滚！谢谢你们啊，我懂的，真的。干嘛呀？太热了。我没喝多。几点了？我差不多应该下播要走了。明天早起。我一会儿下载一个我看一看。给你们看看他。小狗腿。像个小蛤蟆一样。谢谢年年的小童卡，我先注册，我号都没整呢，我还没下载呢，下载完了再说，拜拜了，明儿见吧，嗯，好。拜拜，你们先走，我等你们走了我再走。你们走吧。刚来，端午节快乐。刚睡醒呗。咋的？摩尔庄园要关服的是啥意思啊？是不能玩的吗？
谢谢栗子的魔法书。哎，我这一个等了这一会儿，居然还等出来意外之喜了。走了，真走了，那我走了，拜拜了，下官服啥了，拜拜。